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曹雪。这已经很难买了，很多亲朋好友在微信上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问我有没有可能这个迅速的可以得到冰墩墩。我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团队包括我在内，包括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冰墩墩，都是我们自己在网上购买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渠道。甚至于它的盲盒，大家知道可能盲盒里面有一个隐藏款，大概的比例是120分之一吧，竟然被我的孩子这个买了抽中了啊，这个有点拉仇恨的意思啊。你看这个隐藏款真的是非常十分罕见，不要说隐藏款了，现在就是普通款也是一吨难求。我上午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可能制造冰墩墩的那些厂家已经开始提前复工了，就放弃了春节的假期，在加班加点的去赶制冰墩墩。那么我也希望在您的手上能尽早拿到这个小可爱。